天的话呢，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哦，那各位可以看到，如果你把上个礼拜的这个 Excel 档案打开的话，有个问题哦，如果你要执行上个礼拜的去期哦，它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个画面，无法执行哦。那这个时候你特别注意哦，一定要注意哦，因为它如果Excel 要执行像那个去期或 VBA 的话哦，因为它担心会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了哈，所以呢，如果你要执行之前写过的任何程式哈，记得呢，你启动的时候一定要会看到上方会有一个安全性警告，它预设的话是不让你执行。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档案应该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就可以按下启用内容，啊，因为它担心说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安全性的问题哦，所以记得哦，如果你要 run 的时候，你发现奇怪，老师为什么在学校可以 run，但是呢，在这边就没办法 run。再的话特别注意啊，第一个啊，请特别注意，一定要按下启用内容。如果你没按下启用内容的话，你没办法执行任何的去级跟 VB，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好，那第二个的话，有同学问到说，那他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版本有些同学没有这个箭头，如果你没有这个箭头，你就没办法设定那个开发人，那怎么办呢哈？其实有个方法，我方法找档案这边有一个叫选项，选项其实里面也有，有没有？选项里面呢，你也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制定功能区。档案选项，然后制定功能区这边的话，一样会有一个什么呢？这个叫开发人员打勾，按确定就有了。那这个开发人员的这个页面哦，就会显示出来。哦，当然第一个啦，你如果没有开发人员，你去级跟 VBA 就做不到了。不过我记得好像，如果你假设开发人员还是叫不出来的话，有个，好像就没，你们试试看了哦。啊，其他当然我以前是记一些快速键啦，不过快速键只能叫 VBA 而已啦，好，所以也许这个我想你们就，啊，因为你按 Alt Auto 加上 F11 它会叫 VBA 啦，Auto 加 F11，可是问题它没办法叫这个页面，所以恐怕好还是可以从这边选项档案选项里面一样可以从这边去把它打勾了，OK 哈。那当然，你想说，那为什么不直接打开啦？主要原因应该很简单哈，可以理解说，因为之前的需求其实基本上很少用到开发人员，也就以前的一般事务啊、一般行政人员啦、啊，或者一般会计人员哈，其实很少在写程式的。但是因为呢，时代的演进啊，现在的趋势说好像变成每个人都要或多或少会写程式，好像变成必备能力了，基本配备了。那各位要慢慢有这种这个概念，因为将来你们如果毕业之后去面试哦，被问到程式的问题，你不要以为那个太夸张了，没有，那是一般状况。因为我看到只要有竞争力的公司，都会想要找会写程式的人员。但很简单嘛，这个效率问题嘛，如果会写程式的人他只要写重复性的事情，只要写个程式，就不需要为了那个重复性的事每天都在做重复的动作，那这样会省掉多少力气？OK 哈，那另外的话呢哈，写完之后执行的效率也10万8千里，所以相较之下哈，会写程式的人哈，我觉得相对于不会写程式的人，第一个执行效率上面一定会比较大大提升，第二个做事情的思考也不太一样，不会写程式的人哦，就习惯用土法炼钢，但会写程式的人就会想说，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那种思维啦，OK 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恐怕还是要大家就是有个认知。那当然，程式不是说只有重复性动作的解决啦，其实未来当然还有像什么 AI 的部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或者是什么元宇宙有没有？其实这些概念呢，基本上都跟程式有关系，OK 哈，当然就不用讲说。程式设计哈，其实像全世界目前最赚钱的公司哈，排在前面的啦。你可想第一名，那有 Apple 嘛？Apple 当然，其实你说它卖那个硬体嘛，其实不是，它最赚钱是软体。它的硬体只是这个搭配着在销售了那其次还有哪一些？像微软 Microsoft 吧，微软卖什么？Windows 嘛，Office 嘛，还有哪一家？Google 嘛，Facebook 嘛。Amazon 嘛，有没有？亚马逊它，你说亚马逊是电子商务，它最赚钱也都软体啊，对哈，也都软体人才啊，所以其实背后，这些就是靠软体人才支撑起来。
OK 哈，所以可想而知啦，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学好的话，相较之下哈，我觉得你的价值还有你的行情哈，相对也会比较不一样。OK 哈，好，那我回过正题，那上个礼拜那个录日去期哈，有没有就做这两个按钮？那这两个按钮怎么做的哈？我想我们就不重复赘述了，基本上主要是录制去期，但是特别是录制去期之前哈，你要先做彩排。好，你不要随便乱录，而且你会发现录多的动作呢，它会记录你的滑鼠跟键盘，所以你多录的动作也会产生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程式码。那怎么办？可不可以把它删掉？当然可以啊。OK，所以哦，你录制如果发生错误哦，可不可以修改？可以，但问题哦，前提你要看得懂，到底你多录了什么，少录，少的话你可以加。多的话你可以删掉，但问题前提你要先看啊，怎么看懂啊？其实基本上我上礼拜讲过，你可以从什么呢？剧集这边有一个编辑，那实际上编辑也会跳到 Visual Basic 啦，哦，所以两个方法，哦，一般习惯是从这边好了，编辑有没有跳过来？那再来的话，习惯是把 Visual Basic 稍微缩小，浮在上面，哦，为什么浮在上面？因为你可以这样左边拉过来，可以看到目前 Excel 的状况，再判断说你要做后续的程式撰写。好，所以这个动作啦，理论上应该会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那这个字会放大，工具选项，撰写风格啊，这边可以把它放大一下。OK，这样的话，看起来就相对比较可以哈，看得比较完整一些。那再来就是在上每个地方哈，录完的句型上方，加上注解。上个礼拜有做，那主要为什么要加注解？就是你做了任何你们三个步骤，一二三，那你就在那个步骤程式的上面写个注解之后，你会发现哇，你下面的程式都看得懂了哦。啊，另外如果你要累积你的程式功力的话，就反正多录句，还有一些程式你不会写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录句集，然后呢再加上你的 VBA 程式里面，其实就可以 run 的更多一些可能比较复杂的动作，程式不会写没关系，可以用录制的。好，哦，但是前提你还是要会VBA 的程式撰写。可是问题，你们还没有开始写 VBA 啦，所以今天的重点哦，就是说，我们要开始来写一点简单的程式。那写什么呢？其实哦，我们上个礼拜是用录制的，这个礼拜的话，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以不要录制，我自己写？OK，没问题。可是呢，那你要怎么写？你要怎么学习？OK，这是重点。第一个啦，当然你要了解 VBA 的环境，就这个环境。OK，所以哦，以后的话呢，哈，第一个啦，你要稍微熟悉一下这个环境，怎么打开？我刚刚讲过了哈，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然后它一定是这边是它的专案总管，这边是它的属性，这边就是它的编辑区。那如果说你假设不小心把它关闭的话，哈，比如里面这个关闭怎么办？那很简单哦，不管说以后的程式或者句集，都是放在模组里面哦，模组里面假设说哈，它是关闭这样，这边有个加好没？这边可以 module 一打开来就是放在这里。那将来呢，如果你又录了别的句型，它变 module 二、module 三，可能有很多个模组。那你想说，那放在同一个可不可以？也可以，分开可也可以。OK，这可能要注意一下哈。那其他的话呢，比如说这个环境哈，像这个如果不小心关掉，这个也不小心关掉怎么办？没关系，这个画面呢。之前有同学也是一样，把它关掉，他就很紧张，哇，坏掉了怎么办呢？要重灌吗？不用了哈，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检视里面这一个区块叫做专案总管，有没有？所以特别是我们刚刚只要注意，就是说，这一个区块，好，它的名称叫专案总管，所以你打开就有了。那这个区块呢，叫什么？属性视窗，有没有？啊，旁边当然有快速键啦，不过我是觉得没有常用，你就不用记了哦。那另外的话，这边有个程式嘛，好啊，旁边有个 F7，好，那你可以怎么样，直接把它点一下，直接把专案总管打开，它就出现了。那其实属性目前用不到了，所以属性没有出现也没关系啊。不过属性一出现哦，它会把专案总管盖住，怎么办？往下拉就可以了，拉到底，甚至它可以不要出现没关系。那程式怎么出现呢？很简单，模组点两下，这样就 OK 了。好，那了解这个环境之后哦，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自己来写 VBA 程式，那可是你想说要怎么开始自己写？特别是哦，你就把步骤稍微记一下就可以了。那首先的话，第一个哦，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写？如果说我上个礼拜这个录制的，我不要自己录制，那我要开始自己写，那步骤该如何呢？
首先，第一个，请各位哈，把那个综合练习这个 test 这个哈，把它再复制一个。那我讲过了，你拖拉左键按住不要放，向右拖拉，再按下 Ctrl 键，它会再增加一个，有没有？Ctrl 键按住嘛哈，然后放开左键滑鼠左键，那这边就可以怎么样？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工作表，好，然后把它改名称好了，这个叫 VBA， 好。 意思就是说我要自己写了 ，OK， 那我要怎么自己写呢？好，首先的话，我就增加一个完全空白的。当然你现在按这个按钮了，其实它还是去，不过我们可以把它改变哦。那怎么改呢？第一个，如果你要撰写 VBA 第一个步骤哦，一样点选 Visual Basic， 哦，然后你要把程式写在哪里？哎，几个地方，你不外乎你可以写在这个模组的下方。 不外乎，另外你想说，那我如果要跟模组一分开，可不可以？也可以啦，你要按在专案总管任何一个地方按右键就可以了。反正这个区块按右键，它就会出现哈，有一个叫插入模组。所以以后哈，如果你要写 VBA 第一个步骤，哦，就是开启这个 Visual Basic 之后，如果有模组，你如果要写在下方 ，OK 可以。如果你不想要写在下方，一般。 习惯是重新插入一个新的模组，好，刚刚有 Module 1嘛，如果你按右键插入模组的话，那它应该会产生 Module 2，所以按右键，哎，有没有插入 Module 2这边就出现啊，这边空白就可以打程式了，哦，那不过之前有同学发生状况是说，他被那个属性盖住了，就他按了右键插入模组，就他看不到，他又按了一下，他想说老师怎么没出现，他就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呢，他又没看到，可能又被盖住了，哦，又跑到上面来，好，然后就按一直按，那太多了，有没有？所以其实啦，理论上就 module 2，那都多什么按右键，他这边可以移除掉，啊，要不要会出？不要，否就可以了，好 ，module 2。那接下来的话，如果我要写一段程式码的话，那怎么写哈？所以如果将来哈，你要类似像那个聚集一样这个按钮哈，其实很简单。 不过我们名称不要叫串接好了，因为这个名称一样，所以我干脆叫什么？叫手机好了，也许叫或者叫手，所以那开头一定是 sub， 反正以后按钮的开头一定是 sub。 那 sub 的话，其实顾名思义啦，就是有点像是这个模组底下的什么呢？所谓的那个叫做 sub， 应该是下一层的，所以一般翻译叫子程式，有没有？或者叫做副程式，好，反正这个名称。 自己知道一下，就是在这个模组底下哦，我可以写很多个 sub， 好，那 sub 名称叫什么？也许叫做手机好了 ，OK， 手机号嘛，或者手机啦，简称一下哈。那我们有几个方法，不外乎就是说，我直接输入公式，直接把公式哈，帮我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让它自动向下，帮我全部填满。 可是问题来了，我要怎么填啊？不，所以哦，有几个方法是，我们先用公式，所以底线加一个底线哦 ，underline 是 shift 加上0的右边的那个按钮哈 ，shift 按住，然后按0右边的那个按钮就是 underline 底线，好，那叫公式哦，或者你不叫 underline 可以了哈，直接叫手机公式，好，公式意思说我把那个我们之前的公式啊。 直接就丢到这个储存格，这个储存格就是E4储存格啊。那再来，特别说 sub 它的名称，那直接按 enter 就可以了。你按 enter 之后了哈，它会自动帮你加这两个东西了，这个刮胡跟 end sub。那意思就是说哈，把程式写在哪里？写在 sub 跟 end sub 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写程式的地方。那当然第一个了哈，所以哦，第一个先插入一个模组。 模组，第一层，第二层的话就加一个 sub， 手机底线公司 enter， 好，那里面写什么程式，我就写一个程式，什么程式呢？就是帮我把那个公式丢到这个储存格，那个公式丢到储存格，那在那个 VBA 里面怎么写啊？特别注意哦，这个储存格我们有几种称呼它的方法，要不就是用 range， 前面好像有讲，有没有印象？这边不是有 range 哪个储存格？像这样，这个也是。 这个range 14啦，只是啊，就是个储存格，或者另外一个哈，如果你假设另外一个方法叫 cell，cell 哈，在这个 Excel 里面的储存格哈
我们可以叫 sale，sale 就一个，那可是问你哪一个，你就是加一个 s，sales 指的是哦，这个全部的工作表，全部的储存格的哪一个，哪一个刮胡一下，那给它坐标哦，你会发现刮胡前 sales 刮胡之后哈、哦，它会出现说 row index， 哎，哪一 row 应该知道 ，row 是列，哪一列啊？哦，第四列，所以你输入是四，逗点。你会发现这边有出体字嘛？哦 ，column index 啊，哪一栏啊？啊，特别注意，你可以给 index 主要是给数字，你可以输入第几啊 ？A B C D E 啊、哦，第五，有没有？然后括弧，这样来指意思。可是你想说，老师，那如果一还比较好算，那如果后面假设 x 的话呢 ？x 多少 ？A B C D E F G 哇，太麻烦了。所以哦，另外一个这个写法了。如果你第几栏你不要用，你就直接用上面的名称。那只是说，因为这个栏它是一个文字，所以记得前后加上什么双引号。一般习惯是写这样的，一四储存，一四的这个储存格哦，这个一四储存格哦。那接着哈、哦，后面我加个等号。那这个等号哦，我先打两个双引号了。哎，特别注意哦，这个等号哦。跟以前你们那个数学用到的等号是完全不一样哦，哦，他们不要混为一谈哦。这个等号的意思哦，就是把后面的资料把它放到这里面来。OK， 哎，那我要放什么啊？其实很简单啊，我要把那个之前输入的公式哦，直接就放到这个双引号里面，它就我一执行呢，它就会帮我把公式哦。直接就丢到这边，那这个指的是哪一个？这个指的就是这一个，所以意思就是把公式丢进来的意思。好，哎，所以哦，双引号里面哈、哦，我就把公式放进来，它就会帮我丢到里面了。那只是说那个公式啊，这边我已经把它删掉，我看前面有没有，前面好像也没有这个，那你就偷偷把它再执行一下，那就是这个公式，所以你就把这个公式哈、哦、复制一下，取消。好，复制取消之后呢，再按一下 V 就被切过来。好，然后其实倒也很简单了，就是把之前输入这一串公式，直接就复制贴过来。OK， 好。但是哈、哦，可能会有个问题，可能要特别小心。什么问题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哦 ，Excel 里面的双引号已经用了，然后这边 VBA 的双引号也用了。哎，那这样会有个问题哦。两边其实哦，各自有不同的用法哦，所以如果假设哦，你假设把刚刚的公式直接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的话，那会遇到一个问题，贴上之后哦，你会发现哦，移开它马上会出现错误，什么错误呢？哦，它无法辨识说你贴上这个公式里面双引号，到底是 VBA 里面要用的双引号，还是 Excel 里面用的，所以怎么办呢？有个方法，可能要记一下哦。如果你以后假设公式哦，有没有？就双引号里面这一串公式哦，如果有双引号的话，记得有一个规则，就是要把它变两个。因为在 VBA 里面，如果你要贴上的是 Excel 公式哦，那为了要区别说，哎，双引号是 Excel 的双引号呢，还是 VBA 用到的双引号？所以哦，记得贴上的这一串里面哦，反正你只要看到有双引号，请你把它变两个。所以基本上有几个要改，一二。三四有没有？五六七八九十个哦，所以这个可能要这样改一有没有？然后记得不能漏掉哦，哈、哦，所以你可能这样非常非常小心。三四哈、哦，五六有没有？七啊，加在前面加后面都一样啊，反正就变两个就对了。你加在左边跟加在右边哈、哦，其实结果一样。好，那你加完之后啊，记得哦，原来的这个双引号。不要动哦，原来外面这个双引号是它，我们本来就已经加了这个 VBA 里面的双引号，那不要加，只要加贴上公式的双引号。好，那这样完成了，那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怎么，可以直接来 run 看 ，OK， 可以，所以哦，那怎么确定说你这个是 OK 的？我把它切到刚刚这个页面哈，然后并且把它执行，那怎么执行？其实很简单，上方有一个这个。执行程式的这个按钮，那记得、哦、游标只要放在这个 sub 跟 ns sub 里面哦，那我们就执行来看看，哎，按执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我把它按执行，如果没有错误没有状况的话，它就会把这一个公式先放到这个 sales，
这个 sales 指的就是这个储存格，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呢，它就会有东西出现了，有没有？那恭喜你表示哦，你已经写了第一个很简单的程式，就是把公式哦直接输入到某一个指定的储存格里面了，就是大概这样子，哦，应该可以懂那意思吧？哈，那最后当然我们顺便哈把这一段程式再改成清楚，那怎么改清楚？把 sub 跟 tab 这三个 Ctrl+C、Ctrl+V，有没有？然后把底下哦改成清除好了。不过好像之前有清除的，那个句子好像路过清或者清除二好了啊，名称不要一样，因为之前有一个清除二，然后清除怎么清除很简单，就是把等号后面改成原来的两个双引号。如果两个双引号呢在VBA 或者 Excel 里面，就视为空字串了哈，其实说没有文字啦，意思说清除的意思哈。OK， 执行看看。 所以这个加把这一段复制贴过来，后面改成两个双引号，再执行看看，你会发现这个就空了，有没有？啊，这个再执行，这个又有了。哎，那如果后面哈、哦，你想说老师，那目前只有一个储存格，那我可以把它再来下一阶段，就是直接让它怎么样，从头跑到尾，那就 OK 啦哦啊，所以待会的重头戏哦，也是程式相对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 如何让一段程式自动哈帮你重复写到指定的范围内，这样就 OK 了。所以待会再学一个回圈呐，其实这个程式写完了哦。那请各位试试看哦。那我把重点再讲一下：一，请各位哈直接先在原来的地方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它会产生一个 module 2。OK，如果你上礼拜你开上礼拜，如果你假设上礼拜档案没带到，没关系，你就是写在 module 1也可以哈。 然后二的话呢，写一个 sub 手机底线公式 enter 好，然后打这个公式 OK 上去啊。如果你假设这个公式记不太起来的话啦，其实云端白板上面也有，你们可以找一下云端白板的第一个单元的第一个啊。其实这边上面其实也有相对应的那个程式啦，在哪里呢？这个是句集嘛哦，那啊在这里，所以你们可以找一下第9页的地方，就这个一模一样啊。关键的地方就是。 黄色区域里面就是原来公式，公式每个地方都改两个双引号就 OK 了。好，那请各位试一下哈。那我把那个共用停一下。